是 Amigos。 站到还站到第一排，然后可能比较可能站到第二排。是现在的我们的队形，我们的队形都是球团安排的。我们也是昨天才知道这个站位，哈哈哈哈。对啊，对，不会抱怨。不是你刚刚刚笑。配合一下身高这样。对。所以我有，如果安排到比较边缘的话，不会不开心。开心的麦克风给他。感觉要感觉，感觉交换位置一下。对啊。大家
持续的都有自己的作品，然后自己也都有自己的演艺工作，所以其实以现在来看，我觉得不太准，因为陆陆续续大家都有自己的作品发表，然后在那时候大家的人气也都会再更往前。哇！哦，旁边刚刚有位学姐点头。怎么了？对，要不要让他？刚点头的学姐心路历程。所以你知道，其实我也蛮资深的，然后但是我站在边边的，开玩笑。但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今年学妹都很认真，然后所以虽然是以我是提点，但是大家提点他的时候，他都还都是蛮学习手的，就是很认真，然后想要把他表现得很好。然后因为他本来就是人气都很不错，所以我觉得也很棒，就是可以由他，然后再把我们整个团体的气势带到更高。我觉得也是蛮假的。你内心是含泪的。又闹哽咽，是不是？小抱怨的感觉。赶快，又落泪，是不是？我发现什么事让你觉得好像粉丝有变了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例如说像刚刚的举牌，就完全没有我的名字啊，好难过。他们可能在上班，你们今天没有看到。现在没有，常常拍照。那个灯板电池没电，没有亮。那你工作是有受到影响？其实还好，因为我们领域不太一样。对，因为我是专长也是不太一样，就是我们的通告的方向是不同的。哦，就每个人有自己专属的通告。有些是广告比较适合的，或者是有些是活动主持，一些综艺啊，刚好可以有综艺啊，对，那还有其他的分散不同的类型，大家有兴趣的面向不一样。综艺咖是懒，他没懒，懒懒很明显吧？没有吧？没有，我们是女神姐妹头，好像只有女神功啊。综艺咖就是比较邪心的，比较什么？邪心，邪心，搞怪，比较邪心。还是你比较邪心？没有，没有啦，比较活泼外向啊。对啊，所以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。对，所以懒刚刚被小聪点名，你有害羞？其实还好，因为我们节目上也很常这样，所以就觉得他平常就这样。会不会弄巧成拙啊，小钟哥？你要问他，哎，小钟哥呢？对啊，这样子你下一个就结婚了哎。哎，对。但要跟他分手。要先断。所以你现在是说我要跟他在一起？对。现在请，然后分手。然后我就有一段美满的婚姻。对。哦，划算，小钟哥。交过年纪差这么多的男朋友？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就顶多是差两三岁，但是没有到完全。我跟他应该有差30吧？30？你有到30吧？21吗？你不要浮夸，因为你觉得他多老？你不是21吗？他出道22年，他那时候1岁啊，他不就差21岁？他出道12年，他不是出生。他出道可能已经30这样子，30几岁已经有，实力上一定有，至少一轮吧。对，他可以接受这么大的吗？如果他真的对我很好，然后我真的后来有喜欢上他的话，侧面蛮像刘德华的。对，我就只看他侧面以后。可是刚刚像张维忠，穿着像张维忠，你 OK 吗？侧面像刘德华，但穿得像，然后个性像玉林哥，其实蛮好玩的，真的蛮有趣的。每天那边哈啦啦，我可以啊，但是如果真的还是要相处看看，他跟他没有太就是深入的相处下去，就是朋友这样子。你们在求？也不至于到嫌。对啊，就是可能比较热情的粉丝会跟你十指交扣啊，或者是扣住以后不放开的那种。就是因为我们会击掌，对，他们会想要跟我们击掌，比较热情就会这样。对，然后不放开。其实可以放开。对，有些还会硬抓两下，就是这种。抓哪里？手是这样抓。来，哦，
喝这样，还震动是是，顶多这样吧，因为我们在美剧里顶多就到几掌，会抠掌。我看有一些人比较激动或热情。哦，不简单。对，你心里比较激动。收过什么比较奇怪的？零蛋啊！你讲，你自己讲。我收过那個，收过。收过。还有人讲吗？我。对不起，屁股，对不起。好，就是呢，因为我太惊吓了，所以我就是吓到头掉了。然后我之前收过邓家华的假牙。天啊，就是 FBI 哥，然后因为他其实还蛮是球迷，他蛮常来球场看球的。然后他有一次送我他的假牙，但不是说真的假牙啦，就是他可能去玩具店买一个假牙，然后上面写说这是我的假牙，请你好好爱惜。然后他也送过我，就是他的2018年桌历这样子。你有没有抽给他？送给别人了。你有翻开看吗？不翻开。有哎，其实蛮在哪？笑不笑？我想问你，你是不是当圣诞节的坏礼物送的？没有，就是现在可能七月吧，差不多。没有开玩笑，因为他其实也是就是会看球的。对啊，只是觉得很特别，他送的礼物。他想让你记住他吧？对，就是记住。所以你有跟他本人有碰过面？哦，我碰过他，其实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吧，因为他会来球场，他来球场，他蛮常来看球的。对，他好像喜欢你，应该是就收到他假牙了。他说他用过不是吗？没有啊，他放在那个棒球盒里面，供在那，供在那边假牙，对。那个什么，他说这是我的假牙，请你好好爱惜，是写在假牙上面。他写在那个盒子上面，对，透明盒。你想要吗？还是送你？你刚还在吗？我回去找一下好了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太酷了，所以我会就是蛮想要收藏起来。啊？我真的有收藏哎。他的牙齿真的是龅牙的吗？没有啦，是牙齿，是玩具店那种牙齿。然后他就是可能想要让我记住他，然后他也画他的图案，就是他龅牙图案。他成功获得你的帮助，就是蛮独特的，对，记忆深刻。那其他有收过赢过这个礼物吗？有吗？啊？厉害，奇怪，他这个假牙太特别了。就是有些人有听说有人就是跟我们要我们戴过的牙套。穿过的丝袜也对，穿过的丝袜，对不起哦，穿过的丝袜也有要过，就是都是这种很奇特的东西，他们特别会有兴趣关注。那你有拿给他们吗？当然没有啊，我就拿穿完就丢了啊，对，我不可能给他们。就是可能有点穷的时候。有外国人，有啊，有啊，但不是粉丝，不是粉丝，是粉丝，哦，最常不是外国的账号，最常收到这种讯息，对啊，你干嘛？所以你没有打开看吗？因为他一定要让你打开啊，对，他就是 IG 私讯，就是看到了之后马上关掉，对，删掉删掉。哎，有的时候会在捷运上面看，就是你会看私讯呢，然后一看就发现，然后。拍手机，怕别人看到我的荧幕，给隔壁看，对，可以。私下分享，就是说，我今天收到一个，不会啊，马上删掉了，对啊。但也应该有帅哥的外国人吧？没有，好帅哦，对啊，没有点点拍进去，所以不知道。可惜，可惜。你就做这个游戏，对。